水源降低，啊，过来就是讲，咱水源彰化县这边所有排水
排水甲入水拢同条，同一条的时阵，咱取水是袂有影响遮风险，会亲自干涉。我伫咧讲，咱遮水产企业做遮先辈拢讲买啦买啦，迄无关系，应该是拢有关系，因为你像风险啊，你会知影无？进去消费就关系啊，是啊，人迄无关系。吼、哦，啊，讲笑他嘛真对，这拢同条，进水排水拢行。我希望的是讲。我到伫咱遮做水质监控，伫啊四小时，吼、哦，伫阮彰化县发布发布一遍，伫啊四小时来监控。我嘛向咱安立伟反映，公文嘛予伊，啊，咱即、這个这边管理委这边嘛有公文予伊，希望咱企业署做成功，来甲咱彰化发布发布这边，来伫啊四小时监控，改善咱遮风油啊死亡的原因，啊，过来就是讲咱遮风油啊卡。咱伊也是买尽量想办法提供，我都予咱。我即摆有找即个柯正房子要处理即个吸管，做吸管甲盘，我明仔载要给报告，这拢有出来。啊，希望讲咱伊也是帮助咱环境部，环境部来去找地方呢，来炖炖只风油啊，不要它连再生利用。哦，这部这个是甲柯正房子已经有做出来，咱。现在的产品就是咱要用的吸管、盘啊、汤匙啊，这种环保用，都是在用。是不是安尼？我都过来迄个倒垃圾，希望是安尼，咱就去倒垃圾。谢谢。谢谢杨培来我这个杨理事长。这几个问题啦，就是文刚杨文刚市长说，你刚刚已经有一些改善作为啦，就是说水是否有办法就近啊来做普通的代购？还有那个水质监控的问题啊，那等一下那个吴哥，我们再请吴哥来讲一下。那再跟水质的啊，跟就来就来说一下。那现在水质有给你帮我们水单回应吗？谢谢。水质在我们这里可以啊，而且目前啊，并没有担心有任何的问题啊。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放心，因为我们。
然后这些要怎么去，然后怎么去多用，然后法律可不可以？这部分的话，我后续再跟你讲。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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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那个。现在我有先要处理了哈，那谢谢各位，来，那继续，还有来，好，不要，来，不要。我是余的干事哈，啊，咱彰化区就是做风业啊的大官啦，啊，据我了解是讲，教育业者咧甲我讲是讲，伊做的风业啊区就是金门区啦。啊，因为如果啦，建民区了，阮将我关在里面就好些啊，都差不多爱装修起啦。啊，这个业主是不是爱把阮解决啦？我想知道一下，现在风电的区域范围内是不是有禁区？谢谢这位干事的目前这个跟甲商，他做啥的呀？哦，我听无啦。目前呐，哈，目前咱这个风区哈，风区甲企业，你施工时阵哈，施工时一直打地基会再布置讲，大家做吼做分施工。啊，以后内底迄个企业内底做吼，即个要甲阮个吼，阮个甲人民群吼，人民群即摆讨论讲，你要甲甲企业甲迄共存共荣吼，即啊个内底作业啊个，啊，拖房是无袂使入来，吼啊其他啊就你看个作业个形态，啊再佫佫再讨论，吼啊即在甲企业在。诶，从秋收来甲那个机会咧，咧单管分队嘛，单管分咯，还是蛮有用的。我简单补充一句话啊，风机拆落去哈，咱我们一夜作业啊，卖啦红海业风机基座的安全性的前提之下。我们其他的水域里面啊，它风机范围里面，我们业主一定谈说。我们的渔业跟风电要共存共荣的前提下来利用这个海域啦，安全嘛，啊，我们会极力来争取这个我们渔业可以作业，也当作业的进入里头，一定来作业，好不？要了解嘛哈。那这个我们刚好一位渔业，这挺就像渔民作业的也权益啊，所以刚好渔业一直在啊在跟风电业者来讨论，在制度方面，我们跟经济部联系来沟通，好、哦、那。尽量让我们的渔业可以经济作业，或是在里面做其他的渔业行为，好不好？好，谢谢。来，过来，告诉我。来。我立本。那现在是不是又常常找我们在讲文和成这个事啊？文和是目前是死亡才有可能，如果正常的时候也是没有可能。其实我们在业主这方面，我们不希望啊，文革一直死亡啊，应该是企业因为最好是努力革，因为努力革起大条另外哦，爸爸个也努力革爱做处理啊。那文革是现阶段
会有产生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感谢那个，你这次哪家公司啊？啊，好，好，谢谢，谢谢。那来其他候补，来。我是彰化县养殖业发展协会理事长林继宇。刚刚我们汉法人又讲过，因为我们近年来，咱这几年来吼，咱中华关所有分油啊，都是先讲养殖业哈。我本会吼，伫足侪摆的各种的会议内底吼，我拢一再反映吼，咱的政府单位要安怎去克服咱分油啊死亡这个问题。那第二项就是扯出。我们彰化县可以养殖的第二种的物种，我还记得三年多前，咱今晚有一位主委吼陈吉仲，在夜巡的会议里面吼，特别的指示谁是谁，一点爱去培养我们的母贝，跟优质的文革。如讲咱的主席说有过苦吼，广告咱要放用吼，一点爱去扯优质的文革苗。但是三年多来吼，我那唔知讲随时说我是业主，台湾讲优质的文革苗在哪里？想要个优质的，就随时说准定位可以啦。我开始就我拢也唔知，所以伫我去年的时候，伫我全国中华民国养殖协会会议的时候，我们也一再的反映，必须急迫性的找出我们第二种的养殖物种。因为哪呢？第三个的时候，南农委会副主委陈天寿所管理的全国养殖工作方的会议里面，我们也有提出。所以李副秘书马武泰派在那里这里建筑署长吼，来跟咱东队吼，找我们所有的团体跟养殖业者吼，我们寻求第二的养殖物种，结果拢扯出来啊。第一项嘛是讲有细丝蛇。但是咱遵纪守礼公开表明来讲，他们一再表示会全力支持我们。但是在他们的公文里面，因一再的讲，讲你八十几年的时阵塞得鸡巴吃死人，用这个理由，请业主一定要慎重的去考虑。今日咱的政府单位应该要去寻求，无安怎去赚钱，无安怎去。解决食用安全的问题，不是哦，用过去哦，大家拢讲公务人员的心态哦，加减配加减送哦，啊，我讲讲的时候，后日来发生问题就无处理。所以而且本来我是讲今日咱个我个代理署长会来哦，结果署长无来哦，因为水事所参加的业主是评审单位，所以咱就结束吼。无法度去辨认，遵纪守法讲需要安怎做。我希望讲，既然已经物种选择出来了，其他的钱，其他的钱开下去都能开下去。最简单的第二物种的养殖，应该要赶快去做。开会开了那么多次了，但是哦，真正讲，唔通因为遵纪守法，他一种推的心态哦，咱就要注意了。在全国的。公务体系里面，我直接甲大家讲，许业主的认为真正是上认真的。第二个问题，我们一再的一直讲说污染的问题，我每一摆，那甲咱的环保局、甲咱的环保署一再在谈，来有六千平有火力发电厂，到这个时阵，十多年嘞，几十年嘞，咱嘛知影讲是因甲咱造成污染，但是嘞。都没有一个后续的一个结论出来。万一讲吼，许业主真的要硬起来，不要为了说吼，大家把你讲，足多人阿过来就讲啊，全去搞啊吼，机关会议也可以啦。但是要真正的有效果出来。好，以上做简单的报告，谢谢。我们谢谢彰化养殖哈，那个杨理事长的说明哈。啊，李理事长，李理事长，那个。文革的事情，沈秀尔可以再具体的说明一下，未来要怎么做？过去做那么多，大家都清楚。那过去不用讲了，就讲
现在怎么做？对，目前哈、哦、就是朝向这个培养准备哈来做，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刚刚那个林副大讲到这个西施蛇，我们上次有到业主去开会，然后也决定好说，因为台湾大学部唐丹如唐教授，他大波比猫没有这个变异的问题，你只要把养殖的盐度调在20以上哈，就不会有这个变异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水师会也是支持这么做。所以109年会提这个有关西施蛇的养殖的部分来关注，谢谢。好，我请陈组长和简单说明一下。刚下台哈。林经理理事长在讲的吼，就是讲新的所谓的种类，他们在讲的就是系列听了后，有数据比较好去做，专家注意做侪吼，包括头侪在讲就是，你只要头侪我咧观察的吼，拢做认真听，做认真看，就是大家拢有咧关心的吼。所以这个部分慢慢啊，大家问题咧对吼，要怎放用，要怎做处理吼，啊头侪林理事长在讲的，就是讲新的种类吼。一概做出来是拢做五种咧做排列的吼，啊，当初咧做西施蛇的部分是讲有寡较大的部分吼，你讲做做位中央做位就已经讲了吼，处理即摆已经确定是做西施蛇的部分咧做，啊，阮即摆呢，第二道啊是第二道的部分有一个所谓的示范计划吼，啊，你还是要厘清吼所谓的消费者的疑虑的吼，这个部分我们会跟好好去做合作。还做监测的部分，还有那上传进行这个示范用的部分，还要可能要检验。啊，那确定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往外做推展哈。啊，你老公啊，有些瓜，那个贝类口的，我再来去做替代，都是好的，谢谢。谢谢，林执长，林执长，我给你给你的胆书就是下午在直播到来的，在这边我再替他跟各位抱歉啊，真的请下午在。那野鼠办这个东西是整体农委会一起出来办的，所以今天大家的话也我们会做成记录，啊也会让长官知道这么一回事。其实长官对文革这个问题，还有养替代物种都非常清楚，而且也非常重视啊。对啊，白姐啊，至于污染的问题，因为我们污染有另外一个体系，环保署、环保的环保局等等的有相关法令的，都这个问题我们会再建议。啊，那包括地方政府也有环保单位啊，那我们通过环保署这边再去反映啊，这样子来做处理。好，来，副署长哦，各位长官啊，各位移民大家好，我是彰化市议会的代表，我是王千山。我即卖要讲的，就是咧讲咱即个空污的问题吼，中龙、中和吼，咱六千，咱彰化县吼，就是咱地下水拢落入这个中。现在中和、中龙吼的规，它这个范围吼，可能那个这个高雄遐以前规模吼，比中钢还要大。他们进去那里面的人吼，你们了解一下。说我们文革这样的死亡吼，要他叫他委赔。那我们环保署这边哦，没有来解决，没有来监测这边的数据，我们怎么叫他赔呢？里面的员工他都这样说，说要叫他们赔，这个非常的严重。以前的钢铁呢，都是从南部运过来，现在我们在高速公路所看到的，我们都那个肉锅铁那个。1000的那个都从我们中部往再往南部去，还有六千的问题也是很严重。我们东北季风吼，我市场，我养文革养了42年，就是东北季风吼，市场跑到6000去，那烟囱吼冒出来的空污很多，东北季风它往西南往海边飘，不会。很少污染到他们台西，但是刮南风的时候，前面影响到我们彰化县，我们最严重的。为什么他们那边哦，在排换水的一些设施哦，都有补助。我们这边最糟糕的，中华就是，我来看海博，是较水小的，
看我干嘛？当老虎吸口老马血啊！最严重的地方挽留没有补助，他们那个大量排水的马达、水车什么东西，连小货车都有补助。我们在这边哈，就这样交通方开水小。好，我讲你们讲好，咱这个旅馆单位吼，阿姨注意哦，重视个新的台词。咱这个环保署的是看会当把这个空污吼的数据吼来甲伊来甲检测出来，啊无咱个咱个上海害就是中华关。好，啊我希望讲咱业主这一面吼，那会当吼。把阮大量换水的这个马达吼，看会当讲来补助起来。阮若要大量换水，即马洪流都接来之，矿污水污接严重。哦，水加是生态型的水，说即马是嘛？哦，已经咧补助，但是大量换水、大量换水的马达吼，哦，希望甲阮来入看会当来补助的咧。好，以上，谢谢。谢谢。在中华大地，南方也丢，北方也丢，南岛也丢，北方也丢。那个这部分的，我们来建议环保署的，就是我们会建议环保署的监测的时候，除了现场监测，我们彰化也要内部监测的范围之内啊，不管是水啊、空气啊，还有什么样的啊，那这会那。我们你说刚说要补助大量换水，是补助马达还是补啊？大量换水的马达有省电型的，现在核电没有在监管。啊，那这部分我们内部就我们再来应该考虑，好吧？大量换水其实补助马达就对的了，省电的啦。啊，这部分我们让人来，其他还有没有？等一下第二次好吧？等一下第一次的。那。后面那边也排水了，那个一位这边也有，来，排水了哈。你给我好办，先电话行去啦。往上提，再排水。啊，我看啦，要回就回，啊，若无隔两天，再我放十台来。来，上车啦。各位大家好哈，我是彰化市民李宪全哈。啊，咱彰化镇有够古早镇的鱼港啊。啊。那看看咧，鱼竿即摆若空竿的，我看八日鱼也无加油站啊，无加水的，也无。我看话说，淹水设施足歹的，伊也咱鱼也输哦，咱业主阮哦也建筑，看有建筑来用袂。这竿做做人空竿的，像咱鱼也无人加油员加水，一寡设施拢无啦。哦，啊，对人是安尼啊，因为。咱阮是将，我是将啊，八十几只内底咧大房的啦。哦，啊，即摆你讲空调，我若做好，伊如果三年内底算卖过卖在拖嘛，啊，拢拖三年外，因空调啊，搁做落搁卖拖哩。咱将啊，八十几只的拖房，等于对算成啊事业的啦。哦，所以这是啊，业主看有咩办法来阮，讲来看啊，办落啦。哦，好，以上。好，谢谢。彰化渔港建设，庄委你要说明一下来怎么样？你好，我郭庄委哈。这彰化渔港吼，即摆工程在进行中啦吼。啊，过去即摆咱的目标就是伫明年底吼，明年底后年初啦吼，爱来做开港的目标，即嘛是林正英吼当初制定的第一阶段的目标啦。当然，顶礼拜五吼，啊，阮市长嘛去话吼，当然咱管理也好，啊，都现在有分歧，就讲爱重视迄个设施啊。啊，迄个林正英当初是讲，咱第一阶段先回开港来营运，啊，滚动式检讨啦。所以，阮是讲，伫明年底也是后年初伫开港进行吼，要来检讨啦。哦，就是讲，咱目前个当初协定的工程哦，即嘛三标来建大，剩一标啊，搁伫进行啦，一标要完成啦，吼。所以，初看起来是当的，来让船啊来挂来是吼，来船百只会去大家会使吼。但是这一段时间哦，一讲都需要含管户吼，大家讲啊，甚至讲咱本都是检讨，提早来进行啦吼。就是讲开港是会当做，但是呢，是不是讲拄啊先前讲的，是一寡设施吼，基本的设施，咱是不是来当来？用炸来规划，
这是来向北京报告，好，谢谢。彰化渔港哈是也知道是第二类渔港啊。那刚刚我们吴双伟也说了嘛，说当初的愿就以开港为目标，啊，大概减少说设计的问题啊。啊，其实我几次来彰化这边也看过好很多次的彰化渔港的建设的进度。那现在我们就想说拜托赶快彰化县政府，因为这个主管机关是彰化县政府，赶快把那个彰化里港的北港里港区的规划出来，哪里要做什么，那后续才有办法来做后续的投资建设，啊，可以吗？那一个长你要说。彰化里港进城第一阶段其实有三个标案，一个标案为防风堤的主机在106年已经完工，然后另外两个标案正在做，一个是浮动码头标案，另外一个是防风堤的标案。浮动码头已经到80%，大概是今年底就会完工。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标案，就是防风堤的部分，防风堤现在已经50%了，所以预定进就是其实比预定的时间还早，大概明年底会完工。那因为进城第一阶段的时候，那时候有溢船道跟浮动啊，因为那时候93年规划到现在，所以其实经费经过几次游标之后呢，其实就是少了大概溢船道跟浮动码头各50%。那我们其实在上礼拜也会约出这些经费，因为溢船道跟浮动码头的话大概要3.2亿。然后这个其实这个案子已经在之前，其实它也是大在进程第一阶段。其实这个行政院103年已经同意我们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跟渔港划设其实没有关系。虽然我们渔港划设也正在进行，大概是今年，因为我们是配合公我们南侧的部分，所以规划的配置的部分大概是今年也可以送到中央那边备战。所以这部分其实我还是要跟渔业署道歉。他在这里的时候，就是说会要我们有话说完之后才跟他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无色的，所以我还是要跟他要那个3.2亿。然后还有再是有关于那个加油站的部分，因为加油站这个，其实我在进城第一阶段在做的时候，我也是跟渔业署表情，然后渔业署他们基本设施不包括一般设施。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考量我们渔民，他一定要开港渔运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做这样的部分，啊，可是还是要约束，希望说他可以补助我们进程第一阶段、进程第二阶段，还有后面的中区的渔船区部分，对，所以大家说好不好？好。哎、欸，你们丁科长很厉害，应该这样讲了哈。当初这个彰化渔港已经承诺要做的那一船道，或是怎么样，那一没有完成的部分，我们可以再来争取机会来投资。可是有一些里面一些加油站啊，或是什么设施哈、啊，一般的设施哈、啊，那部分牵涉到渔港规划，整个区域要渔港要放在哪里，那交通放在哪里，啊，安检要放在哪里，啊，什么放在哪里啊？这个要按整体的渔港规划来控制。啊，现在向各位说明是，渔船加油站啊，一般依照经济部的渔船加油站设置管理规定，啊，一般都是要么是中央公司来投资，要么是油品公司来投资，要么就是其他的民间公司来投资，政府是没有补助这个加油站的设施啦。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建议说，一位可以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啊，自己投资设加油站，这个部分可以大家可以讨论的。那现在是说有一些第一期的工程没有，我们今天刚刚听讲积极争取，那业主的积极的争取。那另外一部分其他的一些加油啊、加水加冰的设施。那后续要牵涉到整个港区的整体规划布置的部分呢，还拜托县政府赶快提出来。因为如果明年底开港，明年底完工以后，啊、哦，那船就陆陆续续进来要加油、哦、加水、加冰，那部分可能都要这个时候都要赶来考虑，牵涉到整个渔港的经营范围啊。那初步这样回应了啊、哦。那刚刚有提到风机。工厂设置完成的时候，我们刚刚
庄姐有提到，所以提醒你的拖网怎么办啊？这个部分可能要整个整体性来考虑啦，可能要转型，然后再怎么样来做整体性考虑啊。我现在只能这样回应你，因为拖网也有禁渔期啊，这里面也有三阿里禁渔期，有3到12阿里禁渔期等等的啊处理啊。拖网应该是我们在讲的拖网啊，花斑啊。破坏性比较大，我们可以转型比较友善的计划来考虑了啊，这样子，我简单再初步这样回应你这样子。好，那其他还有什么意见？来，理事长，来写啦。咱房车拢伫咱彰化县，啊，过来就是讲，咱即阵上业标的，因为这两天啊，第二公司稽查部嘛要提消费，吼、哦，消费这个部分，伫咱彰化县算足严重的。一来就是要开美术，啊，问题超麻利，就是我们装置契约75的，75是装置契约的电表，用电的问题，对，用电，啊，也消费。消费你即摆来用电价换49条，电价换49条是还未实施，结果伊即摆用电价换来49条半砖块尔。伊讲限定你到当时，你若无到电公司处理，我自己来送法院，送法院来处理嘛，送法院。结果我正甲查起电价换49条是112年才有实施有效实施哦，伊即摆是爱个。咱大家爱去协商，麻烦咱立委吼，加立法院爱忙协商电力话49条这条，袂使予电力公司予强制要过。对阮遮渔民，拢是予遮未来消费吼，伊来用电力话是49条吼，啊，着对起来，你唔靠我过啊，我来送我伊啦。嘿，这条安尼会落去，损失阮渔民用电的问题啊，因为阮大咧用水，必定拢有消费，所以讲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过来，我过来甲迄个处长讨一下建议，副处长讨一下建议。咱彰化县即阵看过即份咱的区牌，即阵伫永兴区内底区牌拢无改善，所有水沟拢堵起，无较大条。你也看，安尼时阮要用水，要来用储水，拢爱靠堤，抽就是用着电车尾。一定要用命，啊，这个无法度，啊，是毋是希望讲，咱以后做一个斗三工，整体面改善，毋通去等到即阵讲，咱设计费吼，设计有3条，设计好，结果问题哩，唔着3000万块先来，啊，不是5000万，唔是你讲老阿公110年以后才开始要做，这市民会等到遐吗？阮是。现准时就作嘴大个用，咱伊也出无了人斗三工，对无？是不是安尼？啊，无法度人斗三工的时候，阮要较情况，包括咱即阵国宝证明嘛同款哦，拢同款，公牌嘛都办，是不是安尼？麻烦咱中央这边来斗三工，安尼好无？那个养殖用电的问题，我们陈处长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刚才董理事长在讲的吼，就是超越问题啦。这个部分，咱以前在谈这个台电变更讲，就是天定价，因为即摆在研究中吼，开始在讨论讲，而且对对大家有一个好处的方面，我会来大家对我来管理。啊，超越部分当初很欢迎吼。即摆台电的意思就是讲，即摆吼，只要季节性的可以用电力部分超越，有一点简易的部分会使后补。后补起来做实际吼，是根据什么原因、什么原因的部分，也可以专案核定的吼，然后尽量办具有那个所谓的电款是来来来处理吼。这个部分我们介绍今仔日我们有部分介绍来台电这边来做欢迎，啊，都去了解吼。我想是问题的部分，因为用电头前咧讲的吼，我真注意吼，但我是也是因为我头前咧讲的吼，就是咧换车物件，有这个需要吼，啊，因为只要有不错的。
好，谢谢。那个养殖优先，我们一直在跟经济部争取嘛，对不对？这个部分我们都在处理了啊，理事长，真的，我主意嘛，就很认真的跟院长报告了啊，这个部分后续应该会出来的啊。那汉堡养殖期的改善，之前也有改善，有投资意义都在改善的。那后续工程，后续工程因为整个在作业上。那时候是用刘一仲的计划在推动，刘一仲的到今年为止了啊，到今年为止，那后续要衔接前瞻的计划了，那前瞻可能在后年才开，好，应该开戏了啊。那如果说我们来跟县政府讨论一下，我跟我们那个计划组来投入方案，明年如果我们有机会，县政府也有预算，我们趁一段古老的集中了的代替，我们再讨论一下好吗？啊，好不好？啊，那再讲啊，就传不过后年呢，一概做还做不了起来。开始他比较整个工程完整性高的，啊，如果做完怎么做哈？有时候这个，因为已经完成规划设计了嘛，啊，对不？好，谢谢，排解。其他还有没有？我们前面的几个没有啊？来。副组长、副长官，我是那个普通传教协会市场部长。我底下吼被咱永泰较早有弄个国字迄保护胶啊吼，保护乳胶的迄个活动，都用伊啊，都是用伊国字比较一些是讲伊坐标的不安定，那不然是比那无迄样的卫星导航的哦，作祟。啊，所以吼，迄流刺网也一定给咱的比较点，造成我们无法度保护到咱这些小鱼，甚至迄种鱼嘛无法度保护。结果啊吼，结果造成咱所有保护比较都失去了作用。所以我建议吼，连干那些国资保护比较，就是管理的应该做，爱做出来显它明显的有标志。他做点位啦，啊，用做图标啦，啊，搁一方面咯，就是咱的油气王是全世界嘛，我们就讲顶级啊。啊，无咱台湾就是咱西岸遮的咱的渔业生态，如果讲油气王，啊，你讲破网进行从阿山海边以外，阿山海边以内的用油气王，啊，油气王造成的污染也是很大。你若钓鱼，它会比较关于苗拢无法度产生。啊，过一方面，在油气房提起咱的鱼缸管顶，嘛造成很大的污染。因为咱拢无一个回收的迄动作，结果大家拢乌白谈。啊，像最近的大楼水，有当时啊，当然嘛，搁流出去。啊，流倒出去了，就造成咱海洋污染，非常。哇，感谢那个我们理事长对我们渔业提出的建议啊。嗯，我简单给你回应一下，人工移交哈，因为我们最近几年来，因为政府预算的问题，都采取到做足福利设施，还有一些基础设建设，所以人工移交最近几年都没有在做。那你所现在人工移交上面会有路网进去，我们采取，我们在请县政府或者请议会去清路网，让这个移交后期做了移交，让它活化。那你所建议的移交上面要做灯标志，都咔嚓，咱可以直接做标志。啊，那个标志放在那边会产生很多问题。那很多人第一个有时候会被移民割走，啊，有时候会被风浪吹走，啊，所以造成海上的漂流会跟产生航行安全碰撞的问题。所以这部分我们再来研究看看，啊，你的建议我们再研究看看。那由市网的问题，最近几年来，渔业署也在推动市网离开退出山海鱼的政策。可是我们的流市网渔船很多嘞，我们有全国有1-2万艘的市网船。那我们采取两个作为，第一个作为让市网转型，转到其他一支钓啊、一绳钓啊，那可以用钓具类来提高的。给他转型金，有的花10万，有的花15万的。我们这几年来已经花了好，应该有2亿多的，转了不少高船，转到其他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慢慢的退出翅膀，就是退出上来你的翅膀，就是说，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子把上来你全部把它剪掉了，那里面半年啊半万，所以我们就从，各县政府的辖区里面有沿交的有打海的所在，先把请县政府划为翅膀的禁渔区。因为有沿交翅膀会下落去啊，会去钓的，啊，佫又游袂起，啊，变成一个死亡陷阱，那大家拢清清楚。所以我们就慢慢推，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时候，给我们一点时间，给我们一点时间跟移民沟通教育，让他有点保育，或者海域的基地保护了啊。第一点，那第二点，再来就是说，我们在海上作业的翅膀啊。我们现在在一直在教育我们的移民朋友，说海上作业的留下坏掉的网要带回来。好，我们在推环保舰队啊，其实环保舰这个名称是所有的渔船船长出海作业碰到自己啊，渔网坏掉要带回来，啊，自己船上所产生的垃圾也要带回来。啊，如果在海上有发现有其他漂流的网具，或是说。垃圾把它带回来，我们一直拜托县政府在各渔港设置一个简易的集中中心，存到地改把坑开来，啊，再做后续的大家回收，就刚刚有一些厂商也愿意做回收，或是说不能回收的做消费，我们都已经在慢慢推，从去年开始慢慢推这样的工作，当然是观念我们很多移民还在先大家在沟通啊，尽量在，因为。离海上一直丢垃圾下地，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移民，移没办法生存，我们移民也接着也抓不到也产生很多的问题，好不好？谢谢你的建议，你看还有没有？来，再一位好吗？没有，我们在前面有没有要建议？那我们洪委员在场，对不起，洪委员，我们只来录啊。谢谢我们副署长啊，还有林科长，还有分理事长啊，那还有我们前狗的常监啊，阿哥兰、许黄洲、理事长，阿哥兰首长，阿哥兰党组长总干事哈，阿哥兰所有的移民哈，海姐啊，我看的时间吼是十一点二十哦，要意见交流，所以我本来是啊十一点二十准备来，我想听看大家讲啥物哦，啊我一来我讲十一点到哦，拄啊开始哦，我拄啊听到。交诶，咱移民诶，即个欢迎啦吼。我想吼，我会拜托李秘书吼，将遮伊都做做了互我吼。我嘛先回应即个杨武进吼，因为杨武进讲伊有发文互我，伊是九月三号发互我吼，所以甲做拄啊一礼拜尔。我已经转互伊诶事嘛吼，拄啊一礼拜尔，我则转互伊尔，伊哪会甲我回啦？我想你公文诶内容啊，我有大家知影，你是要求讲吼，水事所爱长期监控，重点就只有这一句话了。要求他们要长期监控，我想今天有很多议题哈，当然我会要求渔业署这边哈，把这个会议记录给我，我也会帮各位来追啦。那包括说那个电力法的部分哈，其实刚刚那个我们那个组长有讲到，因为我知道在中央包括渔业署跟台电都已经在谈了，只是谈的这个过程哦。不要提早去曝光，所以请各位哈给这个业主一点空间我们在通告也要提高，说见光死啊，那都不太应该在努力我想我还是会在台北私下来跟他们协商，我拜托台电这边可以配合我们业主那保障我们移民的权益这我把它给破格了。我想内容真多哈，刚刚也有讲到那个文革可的问题那感谢哦这个叶神哦，今天有来一句话题目叫老狗，看起来好像棉花应该是塑料真好啦哈，我想这个就请叶神一定要妥善处理这个文革可的问题。问题很多我已经改了，我后改个对啦我第一家嘛感谢这个叶神副组长哈，因为前几天就跟我说他也要下来。那我过来也是听各位的声音这样子的我在这边要恭喜彰化区议会我早上看到组长来 FB 哈，获得这个金龙奖哦，这个专案龙代特优哦，还有这个农信保绩效优等哦，非常奖，非常靠 FB 陈吉仲主委亲自来。
长颁奖，哦，就叠加着咱诶中华区议会吼，恭喜哦，因为中华区议会真正是足认真哦，我伫即个海线安尼走，拢有用心哦，啊，大概来移民反映代志哦，拢真积极哦，咧处理哦，啊叠加哦，啊大家报告啦吼，啊因为我爱去报名啊，啊感谢各位哦，那这个机会要给我，后续会继续追。啊，我再补充一下，刚刚有讲到那个文革死亡，这么从20%的代志哦。我上一次哈、哦，陈其忠主委来有到汉堡去嘛、哦、那他也有邀请这个高雄海洋科技的郑安昌教授哈、哦、来辅导嘛、哦、那应该辅导才开始没多久而已，所以那个成绩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讲嘛、哦、那是不是说如果有辅导的这个成绩的话，是不是尽快哦，让我们这一些文革的这一些业者哦，了解说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好，没关系，那是不是等一下局长再补充？啊，我等一下先简单的报告，谢谢。我们谢谢黄委员的关心哈、哦。那刚刚那个我们有试验场嘛，水试所跟那个，那我们陈组长要不要说明通知什么？我就补充一下，这个洪委员从头到尾一直在关心我们这一边，争取到刚才在提的我们16场希望是的部分。那洪委员一直希望说，我们赶快把一些成功的案例哈，然后跟各位做一个说明，然后你们规划在年底左右的部分，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些成果可以提早的话，我们到时候也会通知大家尽快来做哈。那也谢谢洪委员这边的部分特别在关心哈，那希望这边的部分可以看到我们的报告，每天的部分也都可以完成。再谢谢。好，谢谢。那感谢哈，感谢各位一边朋友。水要顾好啊！那我们来感谢彰化议会提供这么好的场地，来感谢彰化县政府，来感谢黄委员，来感谢全国议会跟那个全国两协啊，来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复会后，大家如果还有意见，可以跟我们议会联系，我拜托县长这边本东带交给耶稣啊。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各位。